四号位，八环。好，今天的第一箭终于射出了，是由你们的冷面王子叶舒威完成八环的成绩。一号位，八环。等会儿我还有两次机会，你跟我上去吧，好好看着我的姿势。四号位，十环。哇，十环是十环啊！叶舒威真的是太厉害了，为了完美的舞会啊，也是拼了。反正这一箭呢，也射在了无数女网友的心上。Nice！ 随着一记八环，叶舒威结束了今天射箭比赛的环节。不过贝尔多这边还没有什么动静。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战术呢？秦时月这边又射出了一记七环，状态也不错。今天目前最好的个人成绩是叶舒威。记住我刚才的姿势了吗？模仿一下。姿势不对。挺胸。虎口推弓。手臂往上一点。用虎口去推弓，三只手指往后拉，手臂抬起来。专心一点。四号位。十环，又一记十环。不过因为两人之功呢，违反了比赛规则，所以成绩无效。现在贝尔多呢，只有两次机会了。我也自己来。连拉弓都不会，要怎么自己来？不用担心，还有机会呢。一记九环，不过成绩依然无效，贝尔多只剩下一次机会了。记住了吗？最萌身高差组合，重点不要放在红心。到底打的是什么战术呢？要姿势正确。那随着今天最后一箭的射出，今天整个射箭比赛呢，到这里就结束了。稍后我们会做成绩的统计，来决定优先选择权。好了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舞会见。走吧。哪怕是一环也好啊，真是太丢人了。
不行，一定是我最近内分泌失调，荷尔蒙紊乱造成的。保持距离。学习使我快乐，我得多背点单词才行。对。好，那么在车辆行驶的过程中呢，我们的排名已经出来了，大家期待的第一名会是谁呢？那就是我们的性别差情侣万丹丹、吴越，恭喜恭喜两位。耶。第二名就是张晓和王爵。哎，是怎么样？恭喜恭喜你们。第三名就是我们的叶舒薇和贝尔多，恭喜恭喜。那毋庸置疑啊，第四名就是我们的陈凯和秦时月，同样也恭喜二位。来，恭喜二位第一名，那获得优先选择权，哪一套？这个吧。确定？就这样。好。咱俩一起选。那二位呢？我看这套好啊，这套穿着显瘦。那就选这个吧。有眼光。好的。那现在呢还有两套服装，二位选一下吧。要这一套吧。还是这套吧。咱们统一一下意见吧，到底选哪一套？就这套吧。好。那这一套了。我说。女士们，先生们，大家好。今晚我们将邀请大家和我们共赴一场唯美的梦，我们有请第一对情侣。有请我们的身高差情侣叶舒薇、贝尔多，掌声有请。之前叫的都忘记了吗？如果不配合的话，只能这样了。贝尔多，不管你现在在想什么，这是一份工作，请你尊重。
兽的经典重现。美女啊，真的是很美，但是呢，野兽有一点可爱的太犯规了。你们好好休息啊，拜拜。哦，对了，你发给我的那个酒店地址是你同学会的地址吗？嗯。那你同学会有没有什么穿着上面的要求啊？穿什么自己决定。那你喜欢什么颜色啊？蓝色。呀，这不是上次找我骗婚的那个女的吗？哼，臭屁囊！看来这还是个名人呢。哼，来啦！进去吧。嗯。你觉得我今天穿的怎么样？55分。怎么说也有85分吧？是吗？你是说，你这一身打翻蓝色油漆桶的搭配吗？你不是说你喜欢蓝色吗？我喜欢什么颜色，跟你适合穿什么颜色有关系吗？你不会是想故意看我出丑吧？你觉得我有这么无聊吗？故意让自己女朋友穿得丑，间接降低我的品味。我现在需要你的手。你要干嘛？一直跟着我走，别乱跑，否则穿帮的话自己负责。那我要做什么？除了吃以外，什么都不要做。就上回那男朋友啊，有情况啊！哎呦，男人就要以工作为主。哎呦，稀客啊！贝尔多。我们一直以为叶舒薇喜欢御姐型的，没想到我们都猜错了，原来她喜欢可爱型的。我是高显英，叶舒薇既是我师哥，也是我老板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嗯，你好。我是显英的女朋友霍晓彤。你好。你真的是叶舒薇的女朋友？
哎，对了，耳朵，你多高啊？嗯，1.6米。你们身高差好多啊！这样是不是做很多事情都不方便啊？到目前为止，没有什么不方便的。我去上个洗手间，不好意思啊。来来来来，今天火锅特别好吃，大家都不说话。来，为大家介绍一位大美女，草莓网的当家主播张一露，我的好姐妹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她刚好在楼上有约会，我特地把她请下来。她跟这家酒店的高层很好哎，可以帮我们打折。哇，这么好啊！你好，你好，高贤一。耳朵，你也在这儿啊？我跟我男朋友一起来的。啊，你们俩认识啊？当然啦，我跟耳朵可是高中同学呢，本来毕业之后还有联系的，可是后来耳朵特别忙，就联系少了。就连她现在有了男朋友，我都不知道呢。认识啊？吃啊！你看，你看，哎呀，好吃吗？超好吃！耳朵，有了叶舒薇这样的男朋友，一定帮你解决了不少家里的困难吧？看到你这么幸福，我就放心了。耳朵，我妈送你的胸针怎么没戴上啊？嗯，忘了，丢三落四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？这么快呢？这都见家长了。什么时候不来洗手啊？那个，我再去加一点调料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喂，唐丽，出事儿了。喂，小王啊，你马上叫人把恋爱 ING 假扮情侣那个新闻啊炒上去。炒热，嗯，好。今天吃的真好，吃点啥？那个主要，吃的好饱啊，吃了好热。哎，怎么？怎么了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太抱歉了。没事儿。疼吗？你的鞋子多少钱？前面就是商店，我赔给你吧。不必了，今天詹姆斯刚好从英国回来。回家量一下尺寸，我们再定制一双。啊？定制的鞋？肯定是。哎，好了，走了。再快点，拜拜。上来。
玉总，你看，这是我刚看到的，一时间网上有这么多假情侣的评论，我看啊，这家媒体是不会放过我们的。什么情况？丽姐，这些是 KTV 刚刚找出来的一些评论，你也已经看过了。现在已经有很多家媒体陆续接到爆料，以我们节目的人气，我相信很快有媒体会追踪报道叶舒薇跟贝尔多的假 CP 的事儿。我们必须赶在他们之前想出对策。Kitty， 你现在就去联系公关团队。啊，好。叶舒薇平常就一副冷淡脸，和耳朵一点互动都没有，别人不怀疑他们才怪呢。贝尔多多次在台上讲错话，要不是叶舒薇帮他打圆场，早就穿帮了。现在只有公关是不够的，他们没有实锤，我们得有实锤。那也不能让他们俩领证去。要去买鞋吗？不用，这双还能穿。当自己肚子饿没东西吃的时候，去隔壁家闻一闻他们做的清蒸鱼，也能在精神上充饥。来吧，我们来拍照，这么美。拍过了。没有，那张不算，重新拍。眼神能不能温柔点儿？搞得像我欠你钱似的。你们真的一点都不像情侣，连自己都骗不了。你能不能投入一点？状态，我说的是状态投入一点。你看像我这样，看没？这样就是给人一种很幸福、很甜蜜的感觉。只有智商不到60的人才会笑成那样，收敛。要亲密。嗯。好了。不行，不行，等我得重来，不行，反正不行。喂，耳朵，叶大神，你在哪儿呀？在车上啊。在叶舒薇车上吗？太好了，你开工放。叶大神，出大事了，一两句解释不清楚，你带着耳朵来跟我们会合，见面详细说。叶大神，是这样的，情况紧急，你和耳朵赶快到郊区的温泉酒店来，我和玉生在这儿等你们啊，不见不散。拿我人格担保，绝没有开玩笑，定位已经给你发过去了，路上注意安全。不是，这傍晚能行吗？我已经联系八卦记者了，他明天就到。我是怕他们俩不配合呀。耳朵那边我能搞定，叶舒薇你看着办吧。不是，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能换换任务啊？哼，想得美。到了，走。走。耳朵，叶大神，什么事？那要不咱们上车说？就在这说。好吧，耳朵，你没有带身份证啊？你要干嘛？现在网上不是热炒你们是假情侣的事情吗？所以我们要用实锤让这些人闭嘴。所以最好的办法啊。
就是让人看到你们平时的亲密。对，这温泉酒店可是有名的情侣度假村呐。你要让我们开房？小声一点，不是真的开房，是演开房，这两个绝对不一样的。无聊。哎，不是，你们要是走了，我们就要背负骂名的。拜托了，拜托了。哎，不是，你想想，现在网上都在说你们是骗子。哎，这个不仅仅是我们公司这个节目的诚信问题，这更是你个人的诚信问题。这是你人品的问题，这严重影响到你的声誉啊。声誉问题有我的清白重要吗？哎，耳朵，你不是常常说声优也是演员吗？你角色的清白有你演员梦想重要吗？想想你的日本留学梦，想想你的 A 君，A 君。你好，这是您的房卡。你好，请出示一下身份证。您好，这是您的房卡，您入住房间是2104，祝二位入住愉快。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二位的配合，谢谢。实在是不知道谁爆的料，迫不得已，情势所逼。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我可不跟他睡一间房。放心，接下来呢不用担心，不用着急，你们呢就听我的安排，然后演好这两天的戏，一切都 OK， 好吗？你只能这样了。喂。那你们俩先休息，我和叶大神回房间整理一下。好。叶大神。叶大神，抱歉，辛苦你了。耳朵，累不累呀？是不是很辛苦？我先接个电话。小林，我已经用小号发微博了，你马上联系那几个之前安排好的营销账号，让他们陆续转发评论一下。好。耳朵，我去跟玉总安排一下明天的事情，你要是累了早点休息啊。那你早点回来。好，你说你来温泉酒店不泡温泉的像话吗？是不是？就差最后一步了，加油啊，耳朵！来，我相信你。
哎呀，快快快，快了，乖了，快点快点，我一会儿在后面等你啊。好，快去吧，去吧去去，加油，耳朵，加油。干嘛呀？记者在后面。公司请我来，我都不会来的。这位小姐，你说什么呢？他们俩，他是，就因为你们这种关系就可以这么有恃无恐吗？他不是你呢。嗯。要走后门，我们没有办法。但是如果你们根本不愿意给我们这样的机会，为什么还要做面试这样的表演呢？而且我觉得叶舒薇不像是你说的那样的人啊。他虚伪。为什么一直不解释啊？麻烦。耳朵，我看你刚刚超级享受，嘿嘿，我觉得你们俩超有 CP 感。CP 感这种东西就是像你这种人歪歪出来的。哎，不管怎么说啊，这次真的谢谢你了，真心感谢。咱俩谁跟谁呀？哎，不过。话说回来啊，你看你跟玉总好不容易有空来一次温泉酒店，要不然你趁机把他给拿下。你怎么还八卦起我来了啊？哎呀，我就是想听嘛，你快说说嘛，我就想听这些。
不喜欢说怎么做才能掩饰着难过，没怀疑过每一刻忠于内心的选择，从来只享受沉默的我才懂缺少了什么，听见内心深处走出的不舍，轻轻经过怎么做才能牵住这一侧，深深记得每一次脆弱时候陪着我，朝夕相伴的时光掠过，这个世界只剩我，仔细听遍海风中你的轮廓，当这首歌描述我内心中你是多么独特，在此刻盘旋着所有星光环绕着耳朵，指尖旋转的曲折，琴弦上缓缓唱着，慢慢附和不变的执着。哦，这首歌提醒我，你是我一直决定的选择，每一刻怀念着所有一起经过的快乐，就像心跳的频率，多少故事隐藏着，你的声音里有最动听的，我的情节里有最动听的，发生在此刻。